一定要优惠。大家好，我是 Vicky。哇，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等很久了吧 ？Chevrolet Charcoal White 的整组的这样子的一个锅具组合，所以尤其是以这一组来讲，在东森真的是创下销售的这样子的一个门槛了，最高的门槛。因为从三年前，他说他是销售第二名，就没有人敢说他是销售第一名，因为就是一推出狂销热卖，再追加再狂销热卖，因为好的锅具组是每一个妈妈心中的最爱哈，所以这一组呢创下三个没有其他产品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标哈。再来，它就是一个销售冠军了，就刚刚大家讲的销售量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商品可以突破它。再来，它的询问度最高，每个人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再进货啊，什么时候会再推出像 Chevrolet 的这样子的一个锅具组合啊，因为很好用啊，缺货最久，因为光这一组大概等了快三年的时间，一直每天追厂商什么时候货柜会再进来，什么时候再订货，等到现在终于来到大家的面前了。所以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整整六件式的组合哦，每一件你看你要做什么样的料理，这六个锅子绝对全部都搞定，而且包括的是这个哈，先看到这个是20公分的小平底锅，再加上28公分的大平底锅，还有这个是28公分的大炒锅。你想你要炒个面炒个米粉，这个锅是不是很好用？再来，这个是可以直接进烤箱的这样子28公分的平底烤盘，再加上这个是防溢哦，防溢的锅盖，就是你这样子在煮汤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密合度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它不会那个扑锅，汤不会溢出来，而且这个锅盖它是可以站立的，所以你不会每次以前我们都会拿一个锅盖，然后拿个铲子不知道锅盖放哪里，这个就可以站着，非常棒。而且这个锅盖是适合除了20公分这个不能用之外，每一个锅子它都可以适用，所以这个锅盖超级棒，也包括在我们的组合里头。当然如果说我们用这样子99块的价格应该在这边截止，大家都已经会很高兴了，可是我们一样要再加赠给大家，这个也是熬很久的，光这个锅子外面市面就已经要30几块钱了。这个大汤锅28公分的大汤锅，今天再加赠给大家。尤其是这道大汤锅，我们刚刚在摆的时候就说，哦，对耶，来煮鸡汤、火锅啦，或者是冬天的吃火锅都非常棒。而且这整组锅子，这个可以进烤炉，这些都可以上瓦斯炉，所以真的要把握我们等了这么久的机会。那当然再跟大家聊一下 Chevrolet 这家公司哦，它就是在韩国来讲，它就像是一个国民锅，每5个家庭大概有4个家庭他们都会用这一组的锅子，而且他们这个锅子是行销全球哦。我们刚刚在讨论大概就是5大洲7大洋啦，或者是全球的国家都有进他们的货，到目前为止大概是100万组的这样子的一个销售量了，所以非常的棒。那当然很棒，很重要的一点是锅子哦，对我们这样子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主妇来说，你一定会知道说锅子一定要好用，再来一定要好清洗，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说哎，有些锅子真的很便宜啊，你去有时候去超市看10几块20块的这种子，那个叫什么不粘锅，结果炒2次就整个就刮花了。那我们现在有健康的概念，如果刮花了那就不要用，可是我们这里采用的是非常棒的这样子的一个钻石涂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锅子哦，每一个锅子都用掉5层的高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个涂层，全部都是来自5层高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个涂层，尤其这个是美国的钻石涂层，大家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品质非常的好。那当然在这样子的哦，我们直接做实验给大家看它有多么棒哈。你可以看到的，如果说我用这样子的一个铁铲，会不会把钻石刮花？可是你不用担心，即使你可以看我们用汤匙、用铁铲，这样是同样的意思，可是你一样可以在锅子里面这样子弄哦，它就不会刮花它，因为我们用，记住我们是用5层的这样子的一个钻石涂层。那再来加上，如果说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电钻，当然是我们自己做实验给你看就好，用这样电钻啊，或者是这样钻，它一样不会刮花，甚至于你只要把它轻轻擦一下，同样来煎蛋，一滴油都不用放，这样子就可以煎出一个完美的蛋皮。这就是为什么涂层这么重要，涂层要做的这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涂层用起来的时候，第一好使用，再来它好清洗，因为它连外面的锅盖也全部都帮你做到了钻石的涂层，尤其是你这样
很多人啊，你在用这样子的一个锅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对对对，刚开始里面可能很好清洗，可是你会发现到后来，如果说外面的锅子你可能里面还 OK， 可是外面的锅子你会觉得哇，这样子脏兮兮的、黏哒哒的，你这样看起来就觉得整个感觉就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也全部都帮你做到，我们的锅子哦，全部也都帮你做到了 coating， 所以它是非常好清洗的。那当然哦，以这样子做下来，这样一个六件式的组合已经非常棒的时候，如果我们再告诉你它整个使用上是让你觉得哇，对，不管是女生，不管你已婚未婚或者是单身，或者是妈妈想要教女儿的怎么煮菜的，这一组真的是一个超完美超完美的一个组合哈。来，再来看一下咯，你可以看到主厨用这样子的一个 cheese 啊，完全不会粘锅。再来要煎个蛋皮美到不行，要包个寿司，这样也很棒，一滴油都不用放，所以你可以更健康的来使用它。然后我们刚提到的外锅，你可以看到如果外锅黏黏搭搭的这样子你就觉得很不舒服，我们现在是连外锅也帮你做到了不粘的处理，你可以在锅外哦来做一个 pancake。你看，这都是就是要做到这么好的一个涂层，才可以锅内锅外都这么的好清洗，以及这么的好使用。那当然呢，如果说早餐我们想要吃一个 pancake 啊，很多人觉得啊，我还得去买一个 pancake 机啊，哎，那个机器买起来要好多钱。可现在你可以自己用，又轻松又方便。那如果想帮家里的小朋友煮个咖喱鸡，最怕是烧焦，可是你看它烧焦了，你就很简单，它不会怕说这样子的一个烤焦啦，或者是不方便啊，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粘在锅里的，它一定是非常好清洗的。煎个蛋这么的简单，甚至于要帮小朋友煮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海鲜狗狗的这样子的一个菜，你也很怕说这样不好清洗啊，会不会整个锅黏黏的啦，或者是整个锅巴黏在上头？放心，因为我们用的是五层的这样子的一个钻石涂层，不管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勾芡的料理啦，或者是你在用这样子的一个煎蛋，就最简单的，简单一撕，整个蛋皮蛋包非常非常的漂亮。那重点是很多人都会讲，不粘锅我们家也有啊，可是不粘的效果就差很多，因为差别在于它的涂层上面。你看我们的蛋，它可以像跑运动场一样，它直接就这样滚这样子弄，就会就是使用上非常简单，甚至于用一个比较像会胶皮会粘的东西，我们一样可以不会粘。然后更残酷的实验，把石头放在里头，别的锅子一定刮花，可是我们的你可以看到什么叫五层的钻石涂层，刮完之后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再这样子的一个放一个蛋，再来漂亮的蛋皮又出现了，别的锅子就是一个蛋花了哈。那你看 cheese 这么黏的东西，你都不用担心它会不会这样子粘在我的锅子上，或者是这样黏的这样子的一个很不舒服，不好清洗。重点是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锅盖，别的锅盖你一定有被扑锅啊，这样子把瓦斯这样子的一个火熄灭，这样很危险的状况。可是我们是有非常密合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所以它是不扑锅的，会更好的这使用方式。然后锅外怎么清洗，这个锅永远就是漂亮的，永远就是这样子非常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涂层帮你做到的是高品质的钻石涂层哦，不粘的材质，防刮耐磨，牢固性强，容易清洗。再来是它是获得美国 FDA 的认证，不含铝、铅、水银，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三聚氰胺，使用起来会更安心。那当然，如果以这样子整个组合来讲，你在外面看到的价格，当然很多大的网站你看得到，因为这个是行销全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光这样子有没有1、2、3、4、5？五件事哦，我们是六件事哦，光这五件事就已经要149.71咯。可我们还加赠大家一个大汤锅哦。再来，如果连这个大汤锅在一起，这个是我找到最便宜的，它也一定要149元，外加运费，所以合起来就是要155元。可是我们今天全部六件事的组合带回去，这样子99元，加油，打电话哦。原装的 Chef Friend 六件式的锅具组合回来了，尤其是不粘锅，我们全部采用的五层高品质的涂层，这是美国的钻石涂层，全部通过 FDA 的认证，不含重金属，使用起来会更安心。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不粘的处理，你可以不用任何一滴油，就可以煮出美味的这样子的一个佳肴。当然，清洗起来会更方便。如果在网站上面你看到这个只有五件式，没有含赠送给大家的大汤锅，就已经要149.71。那我们今天是六件式的组合，99元，加油，打电话哦。